沈玉琳判断失准，恼羞成怒，还不断咄咄逼人。巡回全球的魔术冠军神童，请问一下，你会最擅长的一个魔术是什么魔术？我没有啊。这个应该就是牡丹国小扯铃队的意思。你会不会扯铃？不会，不会。谁？他根本不会。你会玩溜溜球吧？会叠杯子吧？今晚七点，真的了不起。